好，健康议题带你来看到了心脏病、糖尿病以及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死亡率总和远大于第一名恶性肿瘤的死亡率。其中只要腰围过粗、血压偏高、饭前血糖偏高的指标超标，就是代谢症候群的危险族群了。八月九号的上午，花莲县卫生局举办了“八九量腰围，远离代谢症候群 ”So Easy 弹力操发表会的活动，就鼓励乡亲在家要多用弹力带来保持身体的好健康。花莲县卫生局为提醒民众及早预防及控制代谢症候群，七至八月办的远离代谢症候群全民量腰围活动，九日在县府大礼堂举办“八九量腰围，远离代谢症候群 ”So Easy 弹力操发表。包含县长徐正伟等多位县议员及百位妇女，在有氧教练带动下，运用可量测腰围的弹力带一起做健康操。女生多少？八十。男生多少？九十。没有达标的请努力，好不好？好，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希望大家控制我们最基础的腰围的部分，因为腰围还有里面的我们的脏器的脂肪。所以就是说我们这次这个创全国之先呢，我们用弹力带，那我们也请健身中心的教练研发出一组我们专门 for 弹力带的一个健康操，希望推到全县来，让我们的乡亲用短短的两分钟三分钟结合弹力带，就可以做到我们各个这个局部的肌肉的强化。其实肌肉强化以及我们的这个整个基本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的养护以及维护。完成测量腰围数据上传，由县长公开抽出两百位幸运儿，获得两百元商品礼券。花莲县卫生局表示，生活形态的改变，包含心脏、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等这些代谢性症候群疾病，死亡率的总和远大于第一名的恶性肿瘤死亡率。建议四十岁以上民众定期健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避免慢性疾病上升也伤身。记者蒋邦彦华联社报道。